end of the day, there may be some changes that we need to make, but obviously now the extension of the boat, I don't think there have to be huge amounts of technical changes. 前瞻委发表2017年法年度的报告，涉案收据详细状况为健康市场和健康市场调查，其中有57宗涉及怀疑操控市场，另外37宗怀疑涉及内幕交易，并有77个人提出刑事控罪。我先电记者黄海欣报道。 中信集团提出自由化中信国金，有分析员认为国家吸引人士嚟入股，未必能够获得足够股东嘅支持。接触新闻。中信集团重新整合旗下商业银行业务，提出将中信国金自由化，每一股中信国金股份可以换一股中信银行 H 股，交一个16现金，即系每股收购价6.9元。比中信国金平台前日价2.1元，但系比起市场预期嘅每股收购半至9元，仍然有一段距离。 多个管理层认为，现金年股份总代价大约123亿，属于合理水平。中信银行上市以后，中信银行中信国金的 price 之间的这个差距，average是3%，最高的时候8%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cash是有3%，所以我们认为是3%。他表示，如果自由化成功，会将中信国金注入中信银行，令今年银行更具竞争效应。 不過有意見人士認為建議對股東嘅吸引力只係一般，中信集團可能需要提價。咁就相對於佢嗰個係直接舊年嘅上市政策，方向講咧，只係有1.5倍分叫做嘅係個市值嘅水平啦。咁相對於近排樓講咧，相對於中資嘅方講嘅都同樣對市值嘅上限嘅話咧，就係比較係低啲嘅。可能啲基金股東方面咧都未必咁容易呢個價，但係目前收益有把握，咁可能後有機會係提價，咁一個估計咧可能接近啦，佢就點值啦。 即係大概去到8至9蚊嘅水平啦。如果成功私有化，西班牙居岸銀行 BBVA。